剥夺的变数，从来不会违反这个补偿委任契约的本质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就是带着小马欧的股东，之前我也来报道了，他今天来参加书记的股东会。我的立场很简单，就是恭喜他。多数有拿到的，早就我们会收到主管机关或法院的命令书的。谢谢。